各位叔们，今天晚上好，我们接下来临摹，从这个少长衔接开始，兰亭序。好，这边拖过去的时候，这边呢会逐渐的变细，然后往这边的时候，我中间的时候会略微加重一点。末尾这个控笔有点控不稳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带下来，这两笔的话往上，末尾往回勾，再往这边拖下来，末尾再往回带。啊，这个往回带的时候呢，应该加重，这块也加重，这块也加重。往回，由细变重，那往下，在这里往上，末尾的时候凸出来，往这里带过去。好，那么往这边转下来的时候，这笔一定是要顿住，然后往上的，到这里拖下来，也是很直。啊，这个点又细又小了，就是留点空间给它这边。吉字往这边卡下来，往下。那么这个竖笔呢，又忽然加重了，撇下来。这笔往上，这两笔的话没什么区别。这笔往下，那这里一个小翻转过去，一个翻转，这里由下卡住往上，应该带个弧形啊，这往下带，勾上来，牵丝连带往这边再出来。末尾顿下去，此字往一边倾斜带下去，末尾翻转，一边出来，一边带下去，往回带，往这边转折的时候加重，然后收笔的时候往上带住啊，往上带住是这样子的。这边翻转，带下来，勾住，那往这边，又下来，又往这边带住，啊，一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转下去了。往这边卡住，往外，往外，它整个字形呢是偏扁的，哈，偏扁的。我们再写一遍，我感觉这个木的这还可以再细一些。往外卡呀，从这里开始加重，然后往外卡住。好，那么今天对这几个字，我们就临摹到这里了。临摹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再见。